hey, 大家早晨啦！哇，今晚好开心啊！哇，好像啊，洗厕所大王洗出5亿旺角嘅，真系紧要啊！即系佢话啦吓，咁啊，起码5亿啦，净系香港啫，仲有其他大陆嘅东南亚业务，我谂佢未计添啊！讲啦，阿 Franco 啊，真系紧要啊！而家就讲紧朝头早，2021年嘅7月22号啊，星期四朝头早8:44，过咗大概应该系11个钟头嘅16分钟啊，即系今晚嘅8点钟啊！咁啊，我同 Franco 啊有个 Facebook Live 啊，就喺呢个李根廷创业之友嘅时候咧，就讲下呢个创业心得啊，佢讲呢个新常态入边。生意怎样可以变通啊？洗厕所又好，捉虫又好，呢啲卫生产品又好，好紧要。即系由呢度，我朋友入边嘅时候咧 ，Franco 系其中一个，即系我认为系即系最有呢度，即系有呢度。你同佢倾偈嘅时候咧，佢身上面学好多管理嘅理论啊，点样变通啊，点样做生意，点样去赚钱啊，从洗厕所入边咁 difficult 一个行业能够可以做到出嚟嘅时候，真系有呢度，真系有呢度。咁啊，同埋都多谢 Paragon 提供场地啦，同埋共同创办人阿 Elton 嘅时候咧，都会一齐分享下创业心得啊。今晚8点钟 Facebook Live 呢个李根廷创业之友见啦。